躯壳是碎的结构。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李荣浩一身古装造型合唱 TFBOYS， 王俊凯两人自弹自唱，帅气的书生扮相让现场尖叫不绝于耳。洋溢的表演让台下观众频喊 Uncle， 在新春综艺节目上，王俊凯和李荣浩罕见联袂演出，以创作歌手出道的两人最近也都跨入影视圈展现演技。在张艺谋与好莱坞合作的大片中饰演少年天子，十七岁的王俊凯表现让人眼睛一亮，而常常被笑眼睛小的李荣浩也在和彭于晏合作的新片中大玩眼睛没睁开的梗。你信不信我？喂，敢不敢睁开眼睛？啊？已经睁到最后。一句台词让李荣浩瞬间暴走，说出心里话，模样超搞笑。歌手转型演戏，跨足不同领域，也让粉丝看见偶像们不一样的一面。记者唐玉泉综合报道。